因为这个地方，这个目前是在外海那边有个污染团会持续在进来哈，大概是30-40个微克，再加上本土的污染，就会造成这个污染物会持续在累积哈。整个大环境要改变，会到3月5号啊，3月5号大概是比较强的南风这样吹上来以后，然后再来3月5号傍晚过后，会一个比较强的东北风会再吹下来，所以整个这个风场的条件才会改变，那时候这个空气品质就会变得比较好。